上次對付完日本赤軍嗰單嘢之後，吳京唔保得三年啦。唔知道今次龍哥咁急 call 我哋嚟，有啲咩著數咁咧？仲好講，嗰支爭奪名都冇買啊！話時話，我回來了。好彩嗰次我哋互相照應，先至可以將赤軍單嘢搞掂咋。阿龍係我哋嘅好兄弟，今次叫得我哋嚟，一定有好關照嘅。哎呀，唔該啊！睇下邊個嚟咗？嚇？嗯，佢點會嚟嘅咧？乜唔人齊啊？喂，阿爺，你好啊，亨哥，亨哥，得點啊？你好。喂，阿傑，阿傑，怎麼樣？點啊？點環境你有眼睇㗎啦，唔係都唔使叫你哋嚟。係冇咁講，你最近都叫有份嘢做啊。喂，你兩個出嚟搞咩啊？不如喺度行落級玩兩手，過下日神咁咯。韓哥，睇嚟攞得好掂噶嘛？你睇我好啫，係啦。最近有咩想要攞？阿韓，你係咪真係咁唔掂啊？喂，阿傑，有咩到底有什麼大問題啊？冇錯，阿龍，阿龍與我們來是有點事情談，有興趣嘅咪一齊玩咯。咁啊啱啦，冇見咁多年，睇下啲咩搞啦。喂，係啦，今次我哋可以合作啦。我成日都希望有機會做得大嘢，肯翻筆去探下世界。睇你攞到新光頸靚，一啲都唔似唔掂啊！最近啊，街身邊飯都唔掂啊。喂，阿龍，佢咁耐都未嚟啊？阿漢啊，單嘢唔好咁快爆響口住。阿漢啊，今次嘅事唔好同人講。我會提住啦。你條友啊！阿龍，喂，我哋咁耐冇見，睇下你有冇關照啊！你真係識講笑啊！你攞到新光頸靚仲話撈唔掂係嘛？喂，坐低慢慢傾啦。過嚟邊個？我問你啊。嚟啊！喂，阿龍。喂，阿龍。最近有啲好嘢搞啊！喂，杰哥啊，难得咁咁人齐，不如兑两杯高兴下咧。嗯，有冇兴趣做啲大嘢咁啊？嗱，大家兄弟一场，有嘢捞唔错，推时间埋。嗯，咁啊，上嚟听听啊。呢单嘢好易做啫，而且所有嘢我都已经部署晒。喐手嘅时间咧，就系上班嘅繁忙时间，而地点就系三亚干线。目标就一架名贵房车，呢一架车会由红山驶到海城。车入边嗰个叫做朴天红，佢系一间黑市钱庄嘅老板。车里边有一批黑金，系用嚟买卖毒品嘅，所以我哋抢咗佢，就等于做咗件好事。嗱，我哋以前讲过咩啊？好，兄弟同心，朴天雄一定会一班手下护送佢嘅。为咗大家嘅安全，每一个人最好同翻支铁喺身嗰度。到时大家要见机行事，千祈唔好有啲咩出错，知唔知道吗？到时我喺后面睇住，我哋一方面照顾大家。听住啦，如果嗰啲手下有咩异样动静，我哋一定要先发制人。喂，咁咪好大事啊！林友会死嘅，佢哋死过我哋死。首先，我哋跟住佢哋车队，然之后等机会入手。
就点做？喂，龙哥，龙哥，一切照计划进行。好啦，即刻出发。好啦。看啦，仲猛讲，快啲啦！钱是不是全在这儿？你点日本？准备你容易吗？搞定了，我就走。Thank you.
快啲，将啲钱攞出嚟。快速啲啦！嗱，将你嘅身上嘅枪攞出嚟啊！啲钱咧，我会放入瑞士银行嗰度噶啦。阿汉，你谂什么呢？阿汉啊，呢次有你享受的啦。阿龙啊，这笔钱的数目到底有多少？1000万美金，或者唔止添。我哋每个人可以至少分到200万，我唔会亏待你们的。呢部嘢搞到咁大，班大佬一定放过我哋噶。你唔使担心，暂时俾下风头先啦。龙哥，咁大笔钱，不如而家分咗俾我哋先啦。咁紧张，你惊有钱冇命使啊？放心啦，我喺瑞士银行嗰度已经帮你每人开咗户口，我会将啲钱存入去噶啦。到时。搞掂咗，我通知你哋噶啦。我会通知你们。放心啦，阿龙系老死，唔会出卖我哋噶。诶，大家都系兄弟，我会识做噶啦，我会将佢平分噶啦。而家将啲电单车烧晒佢。小心佢哋。佢仲未死嘅，快啲叫佢上車。姜神，姜神，點啊？咩料啊？匪徒未死，暫時唯一線索。希望呢條友唔好咁快釘啦。啊，係啦。哦，對啦，係姜神，打份詳細嘅 report 俾我。好啊。好。喂，你記錄低啲嘢，拎埋啲相嚟。好，拍下來。好，知道。我哋嘅勢力咁大，有邊個夠膽同我哋作對？
咁多年嚟，我哋一直冇仇家。在座各位都知道，你一千万啊，系用嚟走哥伦比亚条数嘅。上次喺毒品运入纽约嗰阵啊，俾当地警方起咗，我哋应承过佢哋，货到唔到都照俾钱。如果失咗信用，以后点样再喺呢度立足啊？就算我哋唔同哥伦比亚做生意，仲有其他国家可以交易噶嘛？计我话咧，呢条数咁大，而家俾人劫走咗，死都死唔掂噶。为咗信用呢两个字，搞到自己鸡毛鸭血。喺边度攞翻啲钱出嚟先得噶？你估食苹果咁易咩？做生意讲信用，你讲玩嚟生？大家要心平气和，谂个解决嘅办法先至得嘅嘛。至于今次件事系发生喺红爷身上嘅，霍明华系红爷嘅亲信，而家红爷死咗啦，应该佢发表意见噶。我霍明华虽然系红爷嘅亲信，但系我未坐上佢个位，都唔可以代表佢讲任何嘢。你想坐红爷的位置，我看呀排队呀都没轮到你呀。今次红爷的死九成九是被人害的，我怀疑一定是有人在后面摆布。如果不是，今次的行动好埋功夫做得咁足，又怎会出事啊？我想一定有内奸。哼，你讲嘢似乎有骨。今次押运的事在座咁多位大家都知道，唔通我又怀疑你哋？应该怀疑你们。你咁讲就唔啱啦，红爷系你嘅亲信，你就系最大嘅嫌疑。今次嘅行动咁机密，根本就冇人会知道。而且押运嘅日期系喺前日，我听啲手足讲，后来因为你而先改咗嘅。你要同大家解释下，今次搞到咁大镬，死咗咁多手足，仲要赔钱俾人。都系你班衰人想夹住红爷个位，系咪？你说，喂，你唔好手指指喎。我讲我哋嚟开会谂办法嘅啫。如果冇真凭实据啊，你就唔好废话连篇。你系咪想搞到个波波乱先开心啊？我问你啊，你咁冲动啊，唔通嚟开会？你又谂到解决办法啦？我话俾你听啊，而家系由坤叔嚟主持大局啊。唔该，你俾翻少少面坤叔好唔好啊？嗱，哥伦比亚呢一单嘢咧，一定要搞掂佢，最短嘅时间里边筹一千万美金出嚟。如果唔系啊，诶，最好放得几难啊！要我筹呢笔钱，我就冇能为力啦。而家风声咁紧啊，大喇喇要泼水啊，又谂住做咩啊？你哋搞乱啦！一千万美金话多唔多？想又有生意做，呢单嘢我哋一定要咩嘅？你哋跟咗我咁耐，喺瑞士银行。都有唔少錢存喺度，而家為咗我哋社團，就算每人分得翻部分，都係應該嘅。只要哥倫比亞嗰邊有偈傾嘅啦，以後就有大茶飯食，我負擔200万，其餘嘅你哋諗掂佢，我會通知哥倫比亞嗰邊一個禮拜之內將筆錢送過去。邊個唔想出嘅，以後就退出呢行冇路。手足安息啦。
同班手足道别。咁耐唔做嘢，一合作就发生啲咁嘅事，真系惨啊！就痛下再着，记忆千条，过去一起，痛恨共勉。在城内任世态变迁，风中哭泣，似是雨点。凝结着各位小朋友，大家先别玩了，让我介绍一下，这位叫洛林，他谁呀？这位是洛天龙。未必，但如何后退到起点？以后他们就住这儿，大家就互相说明一点，互相照。承诺一点，是真心好友的信念。终告别后仍然有你，一起作战，来创造世上最美。我叫洛天龙，我叫崔正汉，我叫周梦莹，我叫杨子宇。我哋今日五个人结拜为兄弟，以后无论系发生咩事，大家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好，今日当年，当年我阿爷以前打孤儿院一重大火，将我哋几个分开咗。虽然我们几个现在可以喺埋一齐。但阿龙、阿龙同阿宇就咁就离开咗我哋，算啦，阿德。阿德孙啊，系啦，阿汉，你以后有咩打算？仲有咩打算？避下风头先，大家保持联络。咁好啊，大家保持联络啦。电话联络。电话联络。呢单嘢应该冇咁简单，其中一定有关。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落石出。我哋呢次嘅行动，点解会咁失策？怎么会这么失败了？我早同你哋讲过，我早跟你说过，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不能失败。我谂可能会有，我想喺卧底混入嚟，有奸细混进来。如果俾我发现边个奸仔，我一定会怼冧佢哋嘅，我一定会杀了他。这一次，居然俾佢哋三个走甩咗，你哋知唔知咁系好大镬噶？呢单嘢，如果你暴露咗身份，咁样会对我哋嘅组织有好大影响嘅。现在我唯有就系斩草除根。我派阿姨去将佢哋灭口，一个不留，否则你以后帮我明白就好麻烦啦。
你盡快找阿華談掂佢啦。上車，行啦吧。阿蓮，係。姜 Sir， 局長要見你同金 Sir。佢哋話。局長，入嚟啊！哦，嚟嗰邊坐。係。點樣啊？最近一年發生咁多單大嘢，而家查成點啊？上頭追查得好緊啊！佢話：點解咁耐一啲消息都冇？以你哋嘅以前破案嘅記錄，一早就應該破案啦。點解而家一啲頭緒都冇咧？如果你哋唔加緊做嘢啊，叫我以後點向上頭交代？呢一班匪徒全部都係外地人，所以有啲棘手嘅。他们其中一个受了重伤，但是呢始终都救不回，所有的线索都断了，我已经发生了火机去查这宗 case 了。在这件事发生之前，金 Sir 已经派了人做卧底，他叫崔静汉。我是想查黑金和贩毒集团勾结，只派崔正汉混入黑帮做卧底，但系佢最近好似失咗踪咁，一直冇办法联络到佢。呢件案嘅内幕似乎真系好复杂咁噃吓，黑帮嘅人对呢件事守口如瓶，尽快揾到崔正汉，我唔希望拖落去啊！本地人冇咁大胆嘅，呢个崔正汉我查到个底嘅啦。他身邊幾個朋友都不務正業，同他一起在孤兒院出生長大的。這幾個人好大，都很大，
好有可能係同葉安有關係嘅。佢同崔正漢關係咁密切，揾到佢哋就乜嘢問題都解決曬啦。而且佢哋都係中國人。通常中國人喺韓國咧都好守法嘅，你唔好咁快下結論。如果冇本地人撐腰，佢哋冇咁大膽嘅。哼，居然日光日白喺市中心攞十幾條人命，仲劫走咗幾袋嘢添啊！而家咧，我哋就唯有希望崔正漢佢快啲露面。件案表面睇嚟好似係黑吃黑，但係實際上咧，我對崔正漢係有啲懷疑嘅。因為我喺漢江橋嗰度發現咗幾粒彈殼，有我哋警察部嘅記憶，即係有可能係由崔正漢身上嘅自衛手槍所發出。咁崔正漢除咗係我呢個卧底之外，亦有可能係黑幫嘅人。如果真係咁嘅話咧，咁佢嘅身份真係好敏感，你話係咪？兩日後出窩裏拉人。係。是。金三，你都聽到局長講咩嘅咧？你同阿漢咁老友，如果有咩行差踏錯嘅，你都好大鑊嘅，執生啊！驚你位保唔住，我提醒你啫。下面的火器收不收到？听到了没有？嗱，你哋唔好离开我视线太远啊！冇错啦，冇错，就喺呢条街附近。这条街的附近。你哋行去街口先啦。哦，知道了。知道了。喂，行啦，你哋尽量扮途人。不要让他们给发现了。执生啊！收到了。见唔见到跟着那边路口了吗？踏实啲啊！系佢啦，长头发着黑色衫嗰个。收到。唔好跟得太近啦。有情况，周生。喂。阿漢，由劫案到而家，我哋已經死咗兩個兄弟啦。阿德佢喺光天化日之下都竟然俾人懟冧，我哋好快都會輪到你同我。你自己要小心啲。冧完一個又一個。连我老婆都冧埋，究竟点解要杀我哋灭口咧？我都唔明白，我一定要查出原因。我老实告诉，唔怕坦白同你讲，我系警方嘅卧底，派嚟调查呢件案。而家一个个被杀，我都好担心。
睇怕唔知几时会轮到你同我。你系卧底，我一早知道。不过大家系结拜兄弟，无论点，我会射住你嘅。我约咗个喺电视台做嘢嘅朋友帮下手，睇下究竟边个杀我哋灭口。保持联络。好。咁我而家走先。系啦，阿汉，你要小心啲。我而家去买啲食物，然后嚟接你。小心啲，好多燕仔嘅。无论点，我哋都系好兄弟嚟。喂喂，阿英啊，我是挨门打头，他偷了点东西。阿英，阿英，诶，汉哥，汉哥，我唔知你咁快嚟喎。嗰饼带我未有时间都俾你啊。你话拍到嘅嘢，可能会查到真正嘅凶手，俾份 copy 我带翻去啊。嗯，我要问下主任先喎。嗰饼带仲未接派噶，不如你等我一阵先啦。使乜惊动咁多人啊？破案要紧啊嘛。嗱，不如咁，你而家咧就即刻得饼带俾我带翻去。嗯。咁好啦，你喺大门口等我一阵，我而家做俾你啊。唔该晒，丽英。嗯乜咁耐噶？咖啡啊！你 call 我嚟啊，都成个钟啦，仲要等几耐噶？唔使心急，差唔多噶啦。我过去嗰边行啊。嗯。喂，英，汉哥。阿英。喂，你千祈唔好话我随便打你噶吓。得，行。兵打嚟啊！阿玲，阿玲，条链已经跟咗我二十几年，我而家系要还翻俾你。点解你阴顺出冇啊？我已经唔系以前嗰个阿玲。
今次嚟系要嚟杀你哋嘅，但系我始终落唔到手。我哋已经系两个唔同世界嘅人，冇可能再有机会喺埋一齐噶啦。你仲记唔记得孤儿院院长明叔啊？我同我阿哥骆天龙，而家都俾佢控制住。佢叫我哋做乜就做乜。阿哥落唔到手，明叔就派我喐手。我而家都唔知点做好。原来阿龙仲未死。阿玲啊，我哋由细到大，就算发生咩事，我哋都可以从头起过嘅。你明唔明啊？仲有咁嘅可能吗？明叔唔会放过你哋嘅，我系杀人凶手，而且佢都系我杀嘅，我系凶手。我同阿龙俾佢控制住，点都飞唔出佢嘅手指啦。而且明叔佢讲过，唔想有任何人知道佢嘅组织。就算我今日唔落手，始终有一日佢都会对付你哋。所以你同阿健都要小心啲。只要你同我合作，将明叔缉捕归案，今日一天都光晒。可以咁做咩？你信我，一定可以嘅。只要拉到明叔，咩问题都解决晒。唔可以，对唔住，太迟啦。呢个咁似落嚟咩？真系一啲都唔似。阿汉，我见到落嚟啦，入嚟睇啊！阿玲。金Sir，我都唔想。系，我求下你，求求你，再俾多啲时间我。冇错，冇错，我已经有头绪啦。亦都知道呢个目标人物，我肯定唔使几耐，我就会一定破到案嘅。我唔保得你几耐啊！你执生啊！麻烦你跟局长解释下。如果有得解释，我就唔使俾人动啦。总之有证据，你就可以马上拉人。你小心啲事啊！留翻条命翻嚟见我啊！好啊，唔该晒你。小心啲啊！Thank you.
唔鬼扮马，我叫你查朴明华单嘢查咁耐嘅。大佬啊，自从朴天明死咗之后，佢哋就好似咩事都冇发生过一样，一啲风都收唔到啊！收唔到风，点解揾你啫？喂，过啲水嚟先啦。水唔系问题啊，冇料到我点样上头交代啊？嗱，俾多三日我，一定有料过俾你嘅。喂，系先好讲喎。的佢翻嚟。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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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乱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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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但你要知道，如果你再唔喐手嘅，你哋两个都会唔掂。唔好话我唔提醒你，你要执生啦。我自细房仔孤儿院，由明双手养大，估唔到佢居然要我亲手将我最好嘅朋友杀死。
揾到我五金，咩事啊？什么事啊？昨晚我喺明洞附近捉咗个情报科嘅线人，我逼佢讲咗出嚟，终于爆晒啲料。阿龙佢同黑帮勾结，摆我哋上台，原来阿龙仲未死嘅。冇错，两日之前我已经知道佢未死嘅。因为睇龙兄大嗰日喺外面，我惊紧嗰个女仔，佢就系玲玲。你点解唔同我讲啊？点解你放走佢？你仲有咩瞒住我嘅？阿玲，阿玲，同我哋作对，要杀死我哋。我同你仲算唔算系兄弟？阿德系咪佢杀嘅？呢啲唔系佢嘅错嚟噶。点解唔系佢嘅错？你听我讲，阿玲佢系被逼咁做嘅。我唔信。自从孤儿院被火烧之后。明叔救翻佢两兄妹，将佢哋训练成为职业杀手。佢听明叔嘅指挥嘅啫。点解你唔早啲讲？因为我就想查阿龙究竟系帮边个黑帮做紧嘢。呢个就系我最终嘅目的。好彩有药箱啫，加你药箱，好在粒弹头净系擦过啫。啊！哇！啊！嗱，你忍住痛啊！今日真系好险啊！阿玲杀我哋，啲黑帮又要杀我哋，我哋要谂下计，唔系实死梗噶啦。你而家唔好谂咁多住，安心养好伤先，等伤势好翻先再讲。阿龙今次咁样对我，我一定唔会放过佢。始终有一日，我哋要将佢哋成班一网成擒。阿龙佢咁孤啊，真系就话我哋唔系咁易对付到佢嘅啫。
放心啦，我有晒计噶。阿玲，系阿龙个妹。就算你捉到明叔同阿玲，你点处置佢？你舍得将佢落案啦咩？我会向法官求情，话佢系无辜嘅，等佢可以重新做人。可以重新做人先至奇。如果你自细就俾人训练职业杀手，你点样啊？佢知道我哋住喺呢度，今日杀唔到我哋，佢唔会咁易罢手嘅。阿大啊，洛天龙嚟咗啊！李英子，我做的事情我已经做了。那李英子，我做的事情留下痕迹。你们想我干嘛？大哥，大哥，大哥，跟我走！要见嘅人我已经约好咗，约好啦。听朝一早带你去。带你见你。如果你点我嘅，我怼冧你。甩了你！哼！你哋要醒啲，打起精神，帮着我看好仓库。哦。这位就罗首司机先生，你今日要见嘅就系佢。你好，我知道你要我啲货，不如我哋倾下先啦。好啊，哦，不如睇下啲货先。等，跟我嚟。地方大，地方大，跟紧一点啊。全亚洲大部分嘅军火都系我代理嘅，乜嘢最先进嘅军火都有齐。嗯，你睇下只大船，全部都装满我啲军火。你要嘅武器，我已经叫人搬咗入厂。不过咧，我一向交易之前都要收咗茄树先。呢啲系我一向嘅规矩。钱呢？有冇带嚟？唔系嘅就唔好得倾。好。钱系冇问题，我带咗嚟。我哋要验货，你拎啲茄树出嚟先啦。嗯嗯嗯嗯嗯嗯，你啲货咧？过去过住看看。等我过去看看。来，哎，慢慢 来吧。
放心啦。放！哎呦，别动！呢个真系咩咁咧？以为攞嚟水啦！我今日烧俾你啦！等你慢慢等，慢慢享受。你咁恨钱啊嘛？我今日烧晒俾你，唔好话我唔关照你啊！慢慢烧。我要嘅嘢，全部都唔使用錢買。花錢買。好。啲嘢好講啦。係咯。快啲。做曬未啊？嗱，呢一張咧就係首部嚟。Yes。全體立即出發。係。快啲。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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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冇發現喎！坤叔，我周围查过噶啦，杀红爷同劫走美金嗰单嘢咧，原来唔系其他黑帮人做嘅。我收到风啦，原来系内鬼做嘅。至于边个系内鬼咧，我怀疑系红爷身边嘅人。呢单嘢一定要你主持公道噶。坤叔啊，你点解唔讲嘢啫？阿华，呢单嘢咁麻烦嘅，哼，都系交翻俾你去搞掂佢啦。唉，坤叔啊，你点可以唔理噶？我知啦，你都有份嘅。嘿，你听住啦，我一定要同红爷报仇嘅，你唔出声就得噶。吓，你扮嘢啊？系又点啊？有全国嘅黑帮。都要受我嘅控制。
我过，发生咩事啊？你谂咗光头有心未跟噶？呢啲臭嘅人，一日唔死，迟早都会搞出大祸。罗天龙说过，知道我们秘密的人都要死。系。而家系记者吴伟文喺会议厅门外直播报道。由于数日前喺马提发生美国黑手党同本地帮会血腥仇杀之后，惊动咗美国反黑组同海关。有请记者简小英喺现场嘅报道。由于事件系同本国嘅犯罪集团有关，所以美国派出一位官员嚟韩国商议解决嘅办法。特别今日召开记者招待会，呼吁市民合作，携手扫荡黑帮罪行。但系到而家仲未见有关官员出现，而我哋啲记者已经等咗大约30分钟啦。听讲今日出席记者会嘅，包括有警方、海关同埋扫毒组嘅官员，而最特别嘅就系。嗰一位來自美國嘅官員，由於今次嘅毒販除咗本地幫會之外，仲有跨國嘅販毒組織參與，所以警方好重視今次嘅事件。另外，除咗毒品之外，仲牽涉到軍火同埋黑金事件，唔知道有冇關聯。至於本地黑幫內控，警方亦都話會全力掃蕩。記者金小英喺現場嘅報道。李士，李同志。麻煩你，會議大樓。麻煩你開快少少，我趕時間。你兩個跟住我，你哋要出面夾住，其他跟我嚟。好，我上嚟。你兩個一組去嗰邊。好，你去嗰邊同我坐。好。誒，金先生。喂，小英，咁啱啊？最近好嗎？好。你又喺呢度做訪問啊？係啊。哎，冇见你咁耐，最近点啊？工作系唔好忙？系啊。哎，系啦。哎，对啦，嗰个美国官员应该仲未到嘅。哦，都应该差唔多噶啦，俾啲心机等佢阵啦。唔该，唔阻你做嘢啦。司机，麻烦你开快啲啊。醒目啲啊！千祈唔好有意外發生啊！知唔知啊？除咗浮潭之外，下一个地点
咁嘈嘅，咁嘈嘅，呢条路咁多车，开埋行第二条路啊！我赶时间噶。我希望两国政府加强反毒品、反黑金、反贩卖军火三方面合作，同埋加强互助，系咁啫。 阿汉，都上来上边了，你不上来了，危险啊！阿汉，阿汉，这么多问题，劳烦你给一节目回答，回答。哎呀呀！不要，不要，不要！他们没个不知情的事，出事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开，让开！让开，让门！ 郭队员，这双手都受伤，快！好，快去！阿汉，你怎么还走呢？在这儿，我给你找了。 阿龙同明叔已经被警方拉咗啦，你唔好再执笔，快啲去自首啦！你唔好再出声啦，我已经执行完成任务。我上次唔杀你，唔代表我今次唔会唔杀你。你要我自首，不如一枪打死我。你讲咩都系冇用噶啦，我只系听明叔嘅说话。 佢叫我杀，我就杀。佢叫我死我就死。我就死。你个翻转头都嚟得切嘅，我以后法官求情。唔使讲咁多，我系职业杀手，你系警方嘅卧底。就算你讲乜嘢，都系冇用噶啦。你要拉我嘅，就只管开枪啦。你企喺度做咩？唔开枪啊？做咩唔开枪啊？冇胆啊？你系咪子弹都冇啦？定系连枪都冇支啊？ 你冇枪嘅，我可以俾支枪你嘅，系咪连开枪都唔够胆啊？即管开枪啦，我唔会跟你去自首嘅。阿玲啊，你嘅冷静啲，听我讲先。总之，你唔好再错，你跟我翻差馆去自首罢啦。我应承你，我会向法官求情，等你坐完监之后，我哋重新嚟过，又可以喺埋一齐。你相信我？无谓多讲。 即管开枪。
开枪！开枪啊！冇打埋。阿玲，阿玲，小姐。阿玲，你点啊？怎么样？吓唬你！你那支枪里面根本没有子弹。我即刻同你叫白姐。我知道冇得救，由细到大都系你对我最好，我仲记得。你个细佬，细佬嗰阵，你仲送咗个苹果俾我。
好死啊你！阿玲。相信呢个犯罪集团已经瓦解。最近警方连续侦破多宗呢类案件，充公军火同毒品，相信已经收到预期嘅效果。美国当局重新派出一名官员协助扫荡本地帮会同埋外地走私集团嘅非法行动，而家已经展开啦。相信好快就会收到理想嘅成绩。美国方面希望市民合作，举报同警方合作。留一点是真心好友的信念，信告别后仍然有你，一起作战。